用到次第广论。第28页，今天这一段也是比较短，所以把它念一遍。忍二，疑思所说之差别。鬼一，立身思中所说。宝铠论师以圆满次第时，说修理诸系论二圣相同，父子相会见，父子相见会，说得一切法偏乐三摩地之菩萨，随以一切所言为生乐受，不生苦舍，乃至歌载如伽卡巴那量，即被向他依为乐想，便说修彼乐之方便，挥彼安乐不顺咒圣。又波罗蜜多圣说是出世间一切圆满正因为菩提心，咒中依如是说。又引现净成金刚等为具，成立大乐依是共法，现观庄严论云，巧辩受诸欲，伽叶品中以农夫喻，说烦恼分是生佛法之所必须，以故受用意成一是共法，其果地等一界相等，故说升起次第为咒特法，立生第13品施淫，故若不修升起次第，则咒法中更无殊特，亦为凡是修天瑜伽，一切设为升起次第，脉、息、空、点等，是生安乐之瑜伽。安乐更无差别。这就是这一段啊。今天我们谈这一段啊，诸位，这个我读过以后，你们看出这一段写的是什么吗？我刚才读一遍的时候啊，你们也是跟着听一遍，也看着书。也看了一遍，那么他是在讲些什么呢？能够抓住重点的这个，请举手一下。他到底在谈些什么？因为他讲的东西啊，文字啊有些是颠倒的，那么东说一句西说一句，重点很难抓得住。还好啊，我是有这个能够入深意的啊，进到他这一段里面的最深意义里面去，所以能够抓住他本身的这个每一段的这个重点，把它提炼出来啊，讲给大家这个知道。其实他这整段的意思啊，主要在
解释一个字而已，就是解释啊，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第一段，这个宝铠论师以圆满次第时，说修离诸细论，二圣相等。离开所有细论呢、啊，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时候，最有深意的时候啊，他波罗蜜多圣跟咒圣呢、啊，他的境界是相等，就是这样的。其实在论了半天，就是在讲这个仪师所说之差别，差别在哪里？差别只是在差别于他的细论而已。离开细论以后呢，它就是相等。那什么是细论呢？那我经常提到这个细论，也就是讲起来啊，好像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一棵树，它有它的主干。那么为了解这个，要解释啊，这个其他的这个枝枝节节叶啊，一叶一叶的离开这个主干，都可以称为细论。那么也就是讲，你得到最真实的境界的，就是离开诸细论，这个二圣、波罗蜜多圣跟咒圣是最高的境界，是相等，但是枝枝叶叶不同啊，它的枝叶不同，但是它的主干是相等的。到最后，主要的、最深的、最顶的是相等。佛法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细论，也讲到很多的细论。我知道这个天上界有一个天呢、啊，是在所有欲界六天里面呢、啊，所没有这个名称的。这个天叫做细天啊，台湾话跟七头听啊，不是七头狼体的所在，不过也是差不多。因为深入这个天的，每天都在玩的，什么玩的呢？我们娑婆世界的什么玩的？娑婆世界有很多这个很有钱的人，以前呢、啊，在满清时候啊，或者是明朝，这些好像富豪啊、王府里面呢、啊，这些人，他没有事情做的。他们不做什么事情，像师尊每天还要写文章，对不对？每天还写文章，正事就是要写文章，要度众生，作为正当的法务，这是我的工作。写文章是我的工作，每天都要写的，没有一天不写的。但是这些王府的这些富贵人家啊，每天无所事事，他们不要做事情吗？那么一个人呢，一个这个啊，一个主人或者是他的儿子女儿，都有很多的服侍他的这个人在周围的，他们有些这个丫头啊，有些是佣人啊，有些仆人啊，服侍他们，他们也不用下厨房煮饭，也不用自己叠被，也不用这个打扫家里，也不用去这个，好像是说出去工作，通通不用的。那么一个人就有好几个这个佣人啊，服侍他。他每天也是很忙哦，忙什么？忙吃饭啊，忙吃饭呢、啊，就是说，哎呀，这边吃，到底在哪里吃好呢？啊，今天到哪里去吃好呢？啊，像《红楼梦》里面的这个贾宝玉，
一下子是他的母亲贾母那边吃饭，一下子是王夫人那里请吃饭，一下子是邢夫人那里请吃饭，一下子是凤姐那里请吃饭，一下子又是潇湘馆请吃饭，一下子又是自己的怡红院请吃饭。他忙于什么呢？每天呢，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干干净净的。那么再来呢，就是去吃饭，啊，到潇湘馆，到怡红院，啊，一下子哪个夫人哪个夫人请吃饭，他很忙的，忙着吃饭啊，三餐，还有宵夜吧。那么好像他的工作啊每天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啊，既然也有这个像林黛玉啊，他就怎么样呢，那些花啊掉下来啊，你看到那个花，你知道外面那些花掉下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些玫瑰啊啊，芙蓉啊，对不对？那凤仙啊，这个郁金香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花，这个花啦、啊、叶子叶瓣啊掉下地下，他看到他就在那边哭，那没事。真的是没有钱人家富贵到没有事做，他花一掉下来他就很伤感，就哭，就天天哭。因为他每天呢、啊，他的佣人每天看他哭，刚刚开始哭的时候啊，还觉得说哎呀可能有什么伤心事吧，去安慰安慰他，结果他哭久了，今天哭明天也哭，反正三餐都哭，哭久了那些佣人啊这个仆人都也不理他了，因为他早就知道他是哭成习惯的，那个眼泪的泪水啊跟自来水是一样的，一打开就有。是这样子的，他为什么哭呢？多愁善感，他还弄了一个花种。你知道什么叫花种吗？就是花的坟墓叫花种嘛，对不对？那么到这个自己那个好像是说这个啊大观园潇湘馆的这个潇湘馆的旁边，那么挖了一个坑，把他看到了这些掉下来的花呢，他就把它捡起来，然后去那里那个给他种埋葬，埋葬好了还写一篇祭文，写一首这个种葬花诗。你看他很忙的哦，忙到这个去弄一个花种写葬花的诗。他没事忙吗？没有事也是很忙的。贾宝玉就忙着交际应酬、吃饭、跟大家玩游戏。天上界也有这样一个天呢、啊。这个是戏啊，游戏的戏。戏念天，戏念天就是因为游戏忘掉正念的天。那么他福报享尽了以后啊，自然在这个天里面就会消失掉，那是在欲界六天里面的叫做系念天。好，我们将来啊啊，诸位上升天上界的时候啊，不要到那个天界，你们还要护持正念，虽然有天的相应啊，还要更上一层楼，跟活菩萨本尊相应。所以呢，他这里面讲修离诸戏论二圣相等，你离开了这个戏念天，离开了所有的戏论，那些旁枝啊旁叶，你走的是完全是一种真谛啊，就是一种很真正的这个真字
真如的这一种境地出现了。这两个圣啊，是波罗蜜多圣跟咒圣是相等的。这里啊也提到啊，这个随以一切所缘为生，乐受不生苦舍。这个境界是很奇怪的，你说呢？像歌仔，这里两个字歌仔，释迦牟尼佛曾经割自己的肉去喂鹰，也曾经被一个王把他这个肢体、啊、给他分解，把这个肉啊整一块一块的割下来。佛陀便不因为啊割自己的肉而产生一种恨，并没有。那既然没有恨，是存的什么心呢？他说按照这个宝铠论师所讲的，只有乐受，很欢喜的去接受。啊，你们的修为应该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这样子的，像割自己身上的肉啊去喂鹰的时候，你还很欢喜的去乐受，这个真的是享受痛苦。啊，我以前写过一首诗啊，就是享受痛苦，享受这个痛苦，享受应该是快乐的，就是乐于接受这样子的痛苦，叫做乐受。修行的境界到这种境界，不是叫忍辱了，忍辱是很苦，我去忍，苦来了，我去忍，哎呀，要忍啊。不用忍了，很高兴的去接受了。到了这一种境界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最高的境界，已经没有什么乐、什么苦了，没有了。所以被相他也有做乐想，就是大象的脚啊，啊，大象的脚。这么大，我听说不知道在哪里听说的，说象的脚可以坐椅子，割起来可以坐椅子。它的皮很粗的，听说用刀子给它划过去以后，它马上就合起来，你看不到纹的。大象的那个皮啊，而且象的脚给它弄断了、啊，自己可以当象椅，象的椅子。这种象的脚来踩你呀、啊。踩到你，把你粉身碎骨，你要做乐享，很快乐去享受。哎、欸，你们不要笑哦，真的，下个几天厨房啊，做了一星期的厨房工作，这个政务都不做了，回信公司啊，你们就不来了，不但不来了。每个做完了一个礼拜，每个的腰酸背痛，这个脚肿都生病了。你们下厨房就苦吗？要象塔你啊，你知道大象塔你，你都要做乐享啊。所以下厨房要很快乐啊，到厨房去工作要很快乐，生病。也要做乐享，你生病了要做乐享，什么都要做乐享的，因为做很快乐的享啊，人家骂你要做乐享，什么事情都要做乐享，在这个境界里面是这样子的。另外他讲了，就是在肮脏的东西里面，肮脏的事情，肮脏的东西，都要做佛果想。
这里面呢，企业品中以农夫易，说烦恼分是生佛法之所必性，也就是讲烦恼分什么？烦恼就是菩提，这里面讲烦恼就是菩提。再讲一句话，大便就是黄金，烦恼就是菩提，大便就是黄金。这是后面这一句是我加上去的。企业品这么说吗？烦恼分为什么是生佛法之所必心呢？你知道我们吃的这些以前人吃的这些菜啊，台湾呢以前这个乡下地方啊，他挖一个坑啊，在田地旁边挖一个坑啊，就叫做傣哈大学啊，傣哈啊，傣哈其实它就是粪坑，很大的一个粪坑。那么一个很大的粪坑是做什么用的？就是做肥料用的。他用那个这些粪呢、啊、来浇菜，那么让它长出来的这个青菜很润，很好吃，因为很有营养。现在的菜比较不好吃，因为他们用化学原料去提炼去做的，没有，这是加上了这个化学作用出来的这些那个好像是说肥料，不如我们当初的原始肥料，所以现在的菜比较难吃，以前的菜比较好吃，那是烦恼分。要成长啊，这些这个好像是说成果，得到这些好的东西出来，要用大便的东西去给它培养。它才会好的。你今天要成就佛国，拿什么东西呀、啊、去成就呢？就是用烦恼去浇盖它。你超越了烦恼，你才能够成佛，成为菩萨。你没有烦恼，哪里来的你能够成佛成菩萨？就是用烦恼来历练你，使你成佛成菩萨的啊，这些菜一定要用大便去浇盖，给它营养，它才能够成为这个新鲜的这个好吃的菜青菜。你要成就佛菩萨，一定要用烦恼来成就，用烦恼来浇盖的。所以按照这个企业品里面讲，烦恼是成佛所必性，大便是这个青菜好吃所必性，一样的道理。所以烦恼就是菩提，大便就是黄金。这个巧辩受诸意，每一个佛菩萨他要成就佛果，并不是走到深山就可以了，他要用所有的欲望去磨练，要超越所有的欲望才能够成就的。所以人本身的欲望倒是成就佛果的一种颜料，这个在密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密教里面的方便道就是用引用你的欲望去成就佛果的方法。谈到欲望，谈到乐，谈到定，这个就是欲乐定。所以现观庄严论云，巧辩受诸欲，用方便善巧的方法去接受所有的欲望。这也是一个方法。已故受用诸意，一是共法，
奇异果地等一界相等，所以不要讲说那些肮脏的事、肮脏的东西就不是好的，就是肮脏的事也是清净光明，肮脏的东西是成佛的颜料。在密教的供养里面呢，大家知道了，我以前也讲过的，有弟子讲说他在那个堂里面呢要供养这个什么是五甘露啊，他就要供养五甘露五肉啊，五甘露啊，他要供养，我说你慢点供养因为啊，密教里面的修行有些是用他最肮脏的东西去供养，因为这个是成佛的颜料，什么东西都是清净光明的，在佛眼当中啊，便没有所谓污秽的事、污秽的东西。从这肮脏的东西里面可以产生清净光明，这是最高的境界。什么五若五甘露啊，这个五甘露他问我什么是什么东西，他要在这个做这个祈福法会里面用，大家知道了吗？就是这个，就是刚才讲的黄金啊，还有一瓶这个一瓶 apple juice apple juice and the pool 啊，另外呢红白菩提，红菩提白菩提，这个红菩提白菩提，另外就是胆汁，很苦的胆汁是很苦的，这是五甘露啊。我相信现代人没有办法接受，现代人说祈福法会，结果ice cream 出来，就装一盘 ice cream 出来，而且是 ice cream 是啊，咖啡色的，咖啡色的 ice cream， 而且一放上去，苍蝇就来。所以这个是在佛法里面呢，一般来讲，一般的人的眼光里面呢，所不能够想象，没有办法去想的。密教里面有一个祖师也是这样子的，他要修这个天瑜伽，咬天的这支符，他没有什么供养，他就用自己身上的东西去供养，结果这个天神还下降。才领受他的供养，因为他这个瑜伽师啊，不把认为自己的东西当成是脏的，他从来不这样子认为，他化为把它化为很清净的，那么用最清净的去供养了以后，天神还是来领受，应该讲起来这也是乐受啊，乐受。这里面讲的像烦恼分是生佛法之所必行，以故受用亦称一时共法，其异果地等一界相等。这个比喻啊，就是在讲修离了诸细论以后，二圣还是相同的，这个都是一种比喻。在立生第十三品诗云，故若不修升起次第，则咒法中更无殊特，其实是更无特殊啦，因为这个意思是这样子讲啦，凡是修天瑜伽，一切色为升起次第，慢息空点等次生安乐之瑜伽，安乐更无差别。其实在乐受里面呢，真的是
平等的。你境界到了，苦跟乐是平等。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认为。人家说：“哎呀，你好苦哦。”其实哪有苦？苦就是乐吗？所以都要做乐想。这里面讲的，在乐里面是没有差别的。这个脉，知道这个脉吗？我们身体的脉，中脉、左右脉，啊，甚至于你全身的84000，啊，84000种脉，种种的维系的脉都有。这些脉只要打开啊，产生清净跟光明，那一种快乐是不得了的。那个印证的空性，你修脉的人呢、啊，修自己全身这个脉轮的人，只要你的脉轮打开，就不容易生病，不是很容易生病。为什么有病？因为你的脉不通。像以前我师父常常讲两个字：通气。啊，通气，你全身的气呀、啊，在你周身，在脉当中循环，通通都走得通，你身体一定很健康的。你有一个地方不通，病就来了。你有个地方你的脉不通，就有烦恼，有病就有烦恼吗？所以你全身的这个气脉通通都通了，你烦恼也没有了，你的病也没有了，这个是很快乐很快乐的事情。习脉，习就是气嘛，要通脉，要通气。空点，点就是明点，空就是空性。这里面有明点，明点是什么？明点就是光明，可以讲点就是佛、菩萨、不惹、佛，点就是不惹。空就是印证了整个宇宙的空性。什么是烦恼？众生都有烦恼。什么是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是空。你只有唯一印证的空啊，才不会有烦恼的。你没有印证空，永远都有烦恼的。那么空本身去除了烦恼，你当然就是安乐了。那么安乐还有什么差别呢？在空的境界里面，苦空还有什么差别？根本就没有了。所以你修这个气脉明点，你会感觉到啊不同的，你全身都放光的，很有 power， 力量产生出来。这个 power 达到整个宇宙的，无论再怎么演，你都可以达到的。你呀、啊，会感觉到非常的清安，上升虚空之中，达到空明的境界。你呀、啊，会觉得你的皮肤啊很柔软，啊，产生光泽。有光亮，你自己啊会觉得你的信心呢、啊，跟你的信念呢、啊，非常的坚固。任何一个念头都不会影响你，任何一个魔、一个鬼都不能侵犯你。你是很坚固的一座金刚山。
啊，任何一个念头啊，一个鬼啊，一个妄语啊，一个毁谤啊，都没有办法侵犯你。那种很坚固的信念呢，像一座金刚山一样。这个都是很快乐的事情。你真的进入了这样子的境界里面呢，你的身心坚固，意念清安啊，意念非常的清安，烦恼通通都解除，你有光明的净光在世界上弥漫，六合弥漫。这个时候你当然是乐受了，苦乐是相等的，完全是一样，印证了第一句话，宝铠论师以圆满次第时，说修理诸细论二圣相等。所以在世界上劳劳碌碌争名夺利，所有的痛苦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一个行者到了至高的境界的时候，他产生的这一种快乐，不是世俗凡夫所能够想象的。好，今天就谈到这里。阿弥陀佛。